接下来呢是由我们新同学阿丹姐姐，是姐姐啦哈。好，因为我18岁，好，是姐姐。好，来阿丹姐姐为我们带来这一首非常好听的，这是台语啊，讲语。台语啊。哦，台语，难忘的爱情。好，阿丹讲语叫做《难忘的爱人》，谢谢，谢谢。谢谢，谢谢你给阿丹这么大的鼓励掌声哈，阿丹也靠自信你知道吗？系啊，没关系，好棒的，好犀利是吧？